宋社长应该已经开始戒烟大概三个多月了吧。我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事情跳海寻短，鼓起勇气活下去吧。你这辈子捞上来的那些全家产都比不上捞上我一个人来的值钱。好好过日子吧。我就是黑珍珠，这么大的黑珍珠啊。哎，海女，海女，你每天都骑这个速度很慢，而且也不舒服。你这意外，这绝对是意外。如果有个人三不五时一直浮现在眼前，这算什么情况啊？哥也想念某个人，甚至看到他的身影吧。也许是救了你的责任感作祟吧。我也一直很在意你的情况。你想怎么帮我？你想不想下海当海南？海南？1月14日晚间10点，未来戏剧台，心情好又暖。